另外一个议题是1908年新课纲上路，上任半当外嘉义县政府新任教育处长林正权请辞，一号协聘到台北市康宁大学邓兆基来担任教职。议员林依林上午接询，批林正权半途落跑，对教育界造成震撼，犹如诈骗。县长吴宗良讲，林正权是因为家庭的因素，先改规划请辞。伊甲林正权也困难过三届，捞袂着人，伊会尽紧找新处长来接任。嘉义县议会第19届第四次临时会，议员林依林接询讲，教育处长林正权上任才半冬外，突然落跑请辞，是毋是有内情，也是教育处出问题，和林正权带袂掉？伊即问县长汪正良为何捞袂掉林正权？林正权半路落跑，对教育界造成震撼，恐惊影响教育推动，落跑犹如诈骗。议员陈福成质疑林正权来嘉义县过水神官。新的年度开始，新的管定开始，希望你弄好去做那个绕跑处长哈、哦。这绕跑就绝对问题很多，只是可能县长你不了解而已啦。好、哦，因为咱关呢现在出列考的人家都侪，那教育处尤其教育非常重要哈。听讲哦，你即马有诶哦，拢开始顾些这哦，伊老新要来考虑是关键。啊，即马有伊要来跳，跟跳两跟去哩哈，啊，就别了不多等于哈。安尼对咱家己关心好啦，那管理人都安尼，他都无讲。啊，若要来要来占这个课，要来升顶吼，啊升顶升了，还佫走吼，为着伊个人的吼，一点吼，我是唔敢说真啦，那是款证明吼，请咱馆长吼，这款证明爱特别注意。那我问他说的差来大概6-7个月，这样好吗？那他一直拜托我，那包括他的小孩跟老婆。所以他希望他有时间可以陪陪家人，大概是这样子，所以我说有同意他。林正权伫新课纲不为完成，结合县长教育白皮书上路执行，外跑道到大学人家是伊的生涯规划。请示回学校教册动机单纯，我伫温正良讲，林正权因为家庭因素生涯规划请示，伊甲林正权困难三届，捞袂着人，何况林正权无道理，伊会尽紧找新的处长接任。新闻就来新嘉义县采访报道。